较多的是打到大胜这个点。嗯哼，那这个也是在几场比赛，我所发现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。哇，林俊杰突然发动左侧的突袭 ，B Town，C 呢代表是中台湾，包含什么中彰投啊，这一日生活圈。好球，林俊杰。往里杀，透过传切，皮亚球！哇，邻居不希望是你已经走边路了，还往回传，是没错。阿吉拼命的回防啊，断掉这次对方的转换，而且如果接到的话，吴代豪打阿吉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阿吉只能用超级的方式。哇，这一球打的3-7比2-4，还是有13分的差距。林俊杰再抛，哎呦！辛巴双手一开呢，有外围对位的球员。哦，德威是德威成功防守。哦，德威不愧是去年年度防守第一队的哦，而且不畏在这比赛，德威已经释放。陈建恩底线交给大圣，绕远边回到45度角，林一辉再进一步，空中碰撞之后，大圣空中的作业。Harris up， 出手简浩横传找了阿吉。阿吉选择自己出手，在空中画出一个美妙的彩虹 Rainbow Shot， 56平手。阿吉越投越远，退一步退两。哦，虽然其实辛巴不在，但还是用区域防守，是因为其实，在2-3节的时候，当只有大胜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用人盯人，是。假动作想来犯规，有了。其实在每一场球针对到面对到工程师的时候，是怎么样去攻辛巴这个点？哇，你看到又是林俊杰，哇，要不是他刚刚有一些，今天晚上郭少杰，郭少杰就对上，没有机会，而且运到阿吉的手中，阿吉单手端来，扩大到7分领先，开赛4-3。洪凯杰比了一下，往禁区走，好球，从得分，就有点像进化年轻版的戴维斯，哦，所以说有相当高的评价，没错。洪凯杰3分线外，单节第5分，不愧是杨敬敏，面对小夫，地板给球，转移到底角，洪凯杰比了一下，这一球在3分线外出手，3分球有，对，又是一个底角的。洪凯杰外围的空档，3分球有。洪凯杰，哇，结果洪凯杰把球抄回来，2-1的机会，选择自己上篮得分，还用眼神做假动作。对，感觉应该打到谁都还不错，尤其他在政大时期跟我们常打，所以政大常跟富邦打热身练习赛，所以他对我们球员都非常了解，我们也非常了解他。其实我觉得他打到我们就不会怕。因为真的跟我们打太多场了，只会他在政大的时候从应该大二就开始，我们一直跟我们打嘛，所以真的他每次打到我们说，反正好像就是从跟像大学时期一样放得非常开。